的感谢所有的高铁工程局啊，捷工处的所有的员工伙伴，还有负责协力施作的各个厂商。那这个成功背后是要有这个多年的付出哦。市、新北市、台北市三个生活圈也可以透过机场捷运来连接，这是一个国家建设的里程碑，也是代表了台湾的进步。山东省新发展协会耶、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，那一方面国际机场连外交通大幅改善，会占机场的营运量的22%，那二方面也让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三个生活圈可以透过捷运系统来连结。很兴奋这样，对，然后搭起来也很舒服，对，很平稳这样。